三亚康年酒店成立于2017年，晋升为短视频平台流量破千万的酒店，出租率高达85%。它的脱颖而出归功于其杰出的短视频营销。康年酒店有着屋顶1200平米的无边泳池，外加70米的高空透明泳池，其细分市场精准地锁定80、90和00后。由于经费紧张，它选择了深受目标群体青睐又成本低廉的短视频平台作为宣传渠道。酒店免费帮助客人拍摄体现泳池和美好瞬间的高质量视频，使年轻人更愿意去分享。第二，推动住客主动宣传，一方面通过抖音帖在视觉感官上反复提醒人们发抖音，另一方面筹划各种比赛，根据短视频转发量和点赞量进行奖励。第三，多渠道的短视频营销，渠道包括了微信、抖音以及小红书等。第四，不间断地创造 IP， 保持热度。第五，弱化官宣，从住客的角度来讲述酒店的体验。第六，流量转化便捷化，确保通过短视频直接链接订房渠道转化流量。所以康年酒店利用短视频进行 UGC 分享的营销策略，不失为酒店新技术营销的典范。